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这一次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让魔法娃娃的等级快速提升。那正常的方法就是练功嘛，就是你练功的时候，你的经验值会跟魔法娃娃的经验值会同步获得。啊，那有另外一个方式是韩服在最近的更新里面推出的，就是跟角色一样。可以合并经验值的这个功能。好，那我们从魔法娃娃这里进来，那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个经验值合并的功能。那你看一下啊，我现在这边有总共有四张这个多出来的魔法娃娃卡。好，那可以合并的这个经验值至少要在蓝色稀有的以上。好，那要合并的话，你必须要多出来的这个卡。娃娃卡才可以，像我现在我有多出2张，黑长者的娃娃卡，那这边有一个经验值合并，这个按钮就会出现。那如果只有一张的状况下，它是不会亮起来的。好，这个都只有一张，所以都不会亮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示范。来这边点进来，点进来之后会到这个预览的画面。那我目前的这一只的等级是等级一，然后经验值是26。1.165，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点一张过来，然后它就变成六级了。它一张大概是加了5级啦，这样子。但是它其实是用算的，所以它不是等于哦，就跟你那个练功一样，每一级的经验值是不一样的。哦，当我按一张过来的时候，它大概是整整加了6级。好，那我现在这边还有一张可以按。哦，它这边是6级，24%左右。那我这边再点一张过来。啊，它可以升到7级20%。啊，那如果说你不需要这么多，你只要把它升到5级以上，啊，六级，我只要把它升到6级，这样其实它可以去玩那个魔法娃娃的探索系统。如果你不需要提升太多等级的话，你可以先让它升到6级，那之后再考虑。啊，那合并一次的费用在这里，一次10万。如果你合并2张的话，它就变20万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合到6级。好，假设是已经升到6级了，6级24%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如果你也可以再继续合并的，一样，这个是一样的效果，一样的那个获得一样的经验啊。因为刚才那个是这边哈，这边有一只，它也是合一只等级六的，没有，反正它就是合并经验值过来的，你就可以增加这么多的经验值，好，然后就可以去玩这个娃娃的。探索系统的，好，你就可以去玩娃娃的探索系统。好，那我们先这个就先不讲了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哈，感谢大家。